吧，是霉鬼啦，衣服没干会当霉鬼。那我的爸，那就掉内裤。哎呀，心虚讲的小小声。心虚。小雨嘞。小雨，等一下，要开始了，快进来哦！等一下，我还没耶，进来了。小雨呢？哇，我的 IP 好可怕哦！等一下 ，IP 你拼吧 ，IP 是什么东西？可以调整。等一下，我杰克还在吃饭，再等他一下。好，那我可以慢慢来。哦，杰克，哦，小雨加入了游戏，哦，迟到请记牌。哦，迟到，哦，小雨迟到，没有。头，那你的衣服怎么颜色好像不一样？而且你的腿，这个是留言追追追。留言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有换，因为我原本的 skin 坏了，原本坏这样，为什么坏了？没有啦，就是那个手上有多个黑点，耳机怎么换了？对啊，我换灰色的了。对啊，哎，你的衣服被谁偷走了？衣服好长，我想要踩你的那个燕尾服的。真的，被楼下的那个人偷走了。那等下就开那个同队伤害，让大家都可以去踩一下。踩下去，踩起来，太恐怖了吧？踩起来，穿新衣踩三下，不是这样说吗？我怕，是新衣吗？衣服也可以啊，衣服也可以。觉得害怕？不怕不怕。怕。这一次欢乐场，如果是快速场，有很多。地图玩吗？哦，地形，不晓得，不晓得在干嘛，不晓得在干嘛，什么意思？制作的人不晓得，可能觉得天气太热了啊，想让大家凉快一下，所以很多冰天雪地，哇，喵喵喵！有人说团团的本体不见了，对啊，对啊，谁？上好，哎呦，我会赶快修好原本的 skin 的。为什么会坏掉、欸？没有啦，也不是坏掉，就是我存到旧的啊，旧的我的手上有个点，我可会看得不爽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你只剩下皮肤的颜色，如果皮肤也改成灰色的话，你就整个是黑白的人了、欸。黑白的人，对耶，你要不要干脆变成黑白的、啊？对啊，你要会调回啊。特色哎、欸，对，还不错哎、欸，就只有你黑白团了，就只有你是那个黑白世界，手跟那个脸白改一下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快很快，可以耶。对啊，我来改一下好了。怎么大家都要变黑白是不是？你现在就可以去改了，黑白现在改，马上三十分钟。哎，你是熊猫，怎么可能有肤色啊？你在干什么？对呀，假熊猫啦！我告你，不要这样。假熊猫。其实我觉得我把我的 skin 弄成黑白的，好像也差不多。哎，对啊，你也差不多啊。都换一下，都换一下。我不用换了，不用换了。都变黑白啊！啊，那一分钟后见，先去换一下，是这样吗？是有那么快哦，很快啊，很快，很快啊，那调一下 RGB 就好了。丢进去 PS 里面调回去。哎呀，找一下我的 skin。你观众很多，找一个人帮你用，马上出现一个黑白巧克力。奇异苹果。等一下哦，安，奇怪的黑白人。黑白人，其实全部都是柯南的凶手啦，对，大家都要当凶手。那个是全黑，只有眼睛是白的吗？然后还要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真的、哦？你是说黑人吗？一个笑，然后往后走，对，那很可爱，好可爱吗？迟到，真可爱啊，杰克。鸡腿便当太久了，杰克。鸡腿便当好吃吗？还是你也是叫麦当劳送来是排骨便当？就那个叫鸡腿便当来麦当劳，我懂。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，对，哈基，你那天建筑大赛是说当最多国王的要瞌睡，你知道吗？当最多国王，你可以去看我剪的，我就想说，那当最多的是谁啊？好像哈基呀，哈基瞌睡喽，他自己想到自己要瞌睡，对吧？对啊，啊，这快速场正中心有一个雪屋，也没有到正中心啊，靠近中心有个雪屋，嗯，哇，这个大家要去抢多也可以去抢多，来，好，中心里面会不会有灵物住在里面？有金苹果不是吗？对啊，金苹果、哦、会有好东西，好，但也可能会有坏东西。哎呀，坏东西，嗯，好像怪吗？怕怕的，不晓得还会不会在啊？大概会有地板怪兽吧。
还是可以去想好不好 ？Floor Monster， 他怕。分队开始。哦，哎呦，哎，这是不是要下楼了？对。不要啦！衣服吗？不要啦！很想要，很想要踩一下你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踩衣服，踩衣服，踩下去，踩下去，踩下去，头变得黑一点，有点像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居然蛮像的，对啊，所以我以后要叫企鹅团团了吗？也太恐怖了吧！企鹅团团团，企鹅团，没有，就是以后冬天的时候就冬天冷气团呢。不要，我冬天要当北极熊，我要当北极熊。冷气团，冷气团蛮好笑的，冷气团。好，分开分开，拜拜拜拜，分分分，拜拜。好，也不用动，真的好。耶，嗯，所以要直接冲中间吗？看你们喽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。那就斧头坐一坐就冲了。嗯，行，行，好 ，Go， 旁边 ，F。哪个方向啊？没有啊，这里这里五十。哎、欸，我们隔壁耶、欸，我们隔壁有血屋，我们隔壁。隔壁吗？隔壁有血屋，就是隔壁里有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先做工具。我也做个工具。做个工具。贺正太我做了。贺正太我做了。好，行。欢乐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在弄荧幕，所以没有欢乐赛，不是欢乐赛，同乐赛。你要直接一打架的吗？已经开始见说了，应该直接就上去打架了吧？哦，对啊，對哇，好多兔子 啊！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，感谢小起点。OK， 有雪哎、欸，雪人呢、欸？谁在里面了？那么快？你在里面了吗？我这里有三把斧头了，雪人有啊，谁在下面了？还真的是取名，有汪汪人呢、欸，汪汪在里面了，啊，继续扁啊，扁他，犹豫什么？下去啦，好啊，走啊，打他喽，他拿剪刀，你下吗？啊啊！等一下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不要下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稿子，挖不开。我有稿子了，可是不知道干嘛。可是里面都怪物声哎。对啊。来来来，先斧头，先斧头。隔壁有人，隔壁人，隔壁有人。师傅，师傅先拿，师傅先拿。不要走正门。有人呢。这里，这里。对啊，我有看到 ID。冲啊！哎、欸，结束了，怎么换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啊啊，两刀！哇哇，杰克好凶啊！杰克好凶哦！因为我就看到 ID 然后就回下去。走 ID 就好。那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是哈基吗？对啊，是我啊，可是没看到任何东西啊。哎、okay. 哎、欸欸，那你要不要上来啦？好啊。嗯。变小哎，这边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这里是中心的咯，对啊，欸、这九十那里才是中心啊。嗯、等下九十那边没有没有，他说离中心近一点的地方会有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因为我记得是五十九十的位置是中心。行、嗯。其他人呢？不知道，有两个，团团跟小雨。人呢？那哈记。看到了啦？没有啊。嗯？哈基往下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往下。我刚想说 ，ID， 为什么？谁那么快下去了？这个，嗯，下面是有金苹果要挖开。我觉得骗人，我觉得骗人，我觉得骗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挖开就是怪啊。不相信。Okay. 对。那让他们吃啊。
不然说我们欺负他们。对啊，我要做一只石稿，我觉得他们可能躲起来浓了、欸，哎，真的假的？都找不到啊，平面上都找不到啊。小心做一只石稿。好，我先挖一点，挖一点东西好了，感觉上他们有可能躲下去农资源呢、欸。好，他竟吓到我。你说你们两个怎么 ID 都进？我想说这里怎么会有亮灯？你在烧铁？嗯，那我就准备一些木头。我先杀一点鸡。好，把他们两个杀掉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慢慢玩。最难过的，开始弄资源喽。对，不然等一下他们全到铁装，我们还没装备就完蛋喽。对啊，我看到小雨了，在哪？哪里弟弟吗？他寄上来，他寄上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在上面，我们在上面。那个方向吗？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你们看到在那边？你们看到？我看到他在那边跳舞，他在那边跳舞，他在那边跳舞，他跳舞，在跳。点他，他有盾呢。他在跳舞，破他盾啊！我们有斧啊！我们有，你怎么先做头盔啊？冲啊！我有头盔，我用撞的。火箭头锤，有。哇！好 OK， 哇，有铁有铁有盾有盾，有，赶快拿，剩一个，还有一个团团在哪里？团团在哪？出来了。团团在哪里？也是在附近而已吧？应该也在附近吧？嗯，那我看到洞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哦，快还有一个门哪了？这边还有铁，这边还有铁，下来的楼梯这里，这边，团团受伤？啊？团团啊，被炸死了。杜鱼会炸人？杜鱼？啊？嗯？问号？巧克力吧？杜鱼炸？杜鱼炸死？啊？嗯？为什么是被杜鱼炸死？为什么？哈？是爆杜鱼？哇塞，哪里？叫你们玩，你们不玩？为什么是杜鱼啊？为什么是我们玩？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晓得为什么是杜鱼啦。对啊，超帅的。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你被咬了一口，然后天梯又炸。哦，有红色几口。下面就有金苹果，你们就不拿啊？有啊，团团拿到了，可以的，团团可以的。我这天哪，我在天上吃哦，我在天上吃，好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史上第一人被杜鱼给炸死。哎，你们往下看，其实底下矿物很丰富哎。对呀，很蓝很红啊。对啊，挖不到，好可惜。你们来了，突然汪死掉，然后汪说你们在地底，我就不是啊，因为有 ID 啊，看得到 ID 啊，对啊，没有汪说你们都在那个打我底下，我就很开心的继续挖，结果没想到已经上来了，恭喜 game， 我很难过，我挖了一下发现没有东西，才不上去哎，
没有，就在更下面。钻石好多、哦哦。我就还打字跟你们讲，哇！我们有说金苹果让你们吃啊，拜托你多吃。我们最后就是小雨去吸引你们的注意力，让团团过去。让我过去。哦。不然怎么可以看到被炸死？难怪在不跳舞。对啊，那边嘲讽我们，可恶。没有啦，我吃鸡玩太多。团团要干嘛？啊，收不到。还想还要做坏事、啊，我想要烧那个吃鸡的，感谢吃鸡的，我要烤鸡，烤鸡鸡，看一下吃鸡鸡，什么？碟子啊？安安，听起来怪怪的，牛。